katana.你说我一个雷能从这边丢到他那房子里去吗？可不可以？信不信？哎呀！咋他跑了？往哪里跑？哇！什么情况？他不是出去了吗？这个人好像在擦丢雷。哎呦，他没有拿栓，一开始我应该直接打他的。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发生什么吗？他雷没丢出去，把自己给炸了。去下面给你一架好了。对面刚才有人对吧？对面有人，看到。他这礼尚往来吗？啊，他是跟我礼尚往来吗？等轰炸区结束吧，我过去找他吧。他是学我吗？